玮琪在二月初时一口气剪掉自己的长发，大胆换成耳下3公分的学生妹发型。当时老公还说，简直像是在跟大学生交往。会突然剪掉自己的长发，全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两个儿子肥肥想象正处于好奇心旺盛、会抓别人头发的时期，为了自保，干脆咔嚓剪下美丽秀发。不过就在28号，凡凡在脸书上 po 上自己的自拍照，表示因为拍广告的关系，暂时又变回长发的造型。因为已经剪了2个多月的短发，让他直呼竟然有点不习惯，也相当谢谢造型师能够让他重温过去的长发模样。网友们看到凡凡回归招牌发型，也纷纷留言：“还是习惯这样的你。”